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四个人就是室友了。大学四年，请多指教。真没想到，我们宿舍美女这么多呀！能被大家喜欢也挺好的呀。真不知道是过来读书的，还是过来拍偶像剧的。你就是白君言、啊？没想到这么巧。女明星，演够了没？我就是想帮帮本泽明啊。你不了解，就少给他建议。如果说老高是特立独行，那我也没好哪去。人不是活在真空里的，大家都有难处。别动啊！我是来学习的。小子，走开！下次别再做这种事了。你是想帮我，还是想帮你自己啊？你不该放任他喝成这样。勇者可能只是长成了一个爱说这也没办法的大人，至少我自己吧，真希望我可以一直做勇者，永远都不会变。